今年休赛期虽然没有过去两年疯狂，但很多大牌球星还是如愿以偿得到了大合同。随着他们的签约，新赛季球员薪水排行榜也出现了一些变化。在2018-2019赛季球员年薪榜单上，库里依旧排名第一位，是全联盟税前工资最高的球员，达到3746万美元。排在第二位的是詹姆斯和保罗。这两位老将在今夏分别得到4年1.53亿美元和4年1.6亿美元的新合同，他们在新赛季的年薪将高达3565万美元。分列4到10位的是威少、格里芬、海沃德、洛瑞、保罗、乔治、康利和哈登。在10名开外，还有两位球星的年薪超过3000万美元，分别是乐福的3010万美元和杜兰特的3000万美元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作为过去两届总决赛的 MVP， 杜兰特是金钱如粪土，连续两年签下1+1的合同，损失至少1500万美元，这也使得他连续两年无缘这份榜单的前十，这与他联盟顶级得分手的身份十分不符。有人愿意降薪，就有人会去追求高薪，比如保罗，这位33岁的老将得到今夏最大的续约合同。4年1.6亿美元，这意味着保罗在35岁之后能从火箭拿走超过4000万美元的年薪。新赛季他的年薪将与詹姆斯并列排在联盟第二位，这是保罗过去13个赛季从未享受过的待遇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上赛季保罗在火箭领到的年薪为2460万美元，排在当时联盟第17位。一年之后，保罗虽然又老了一岁，但他的工资却涨了1105万美元。对比之下，詹姆斯新赛季的年薪只比上赛季增长了236万美元。数据上，詹姆斯的场均助攻数创下生涯新高，场均得分也是过去8个赛季以来的新高。而保罗，他上赛季为火箭出战58场，场均出战 31.9 分钟，可以得到 18.6 分、5.4 个篮板、7.9 次助攻和1.7次抢断，投篮命中率 46%， 三分球命中率 38%。 除了得分和篮板以外，保罗 7.9 次助攻已经是生涯第二低，与新秀赛季场均 7.8 次助攻相差无几。防守端，保罗虽然还能贡献 1.7 次抢断，但这也刷新了他生涯新低。此外，保罗上赛季的出勤率也是生涯第二低，能够看出岁月已经在一点点蚕食这位老兵的运动天赋。他在攻防两端的贡献都有明显的下滑，但传统型的一后卫往往都是越老越妖，越老越稳，尤其是关键时刻或者是系列赛中，他们一锤定音的能力是无人能够代替的。就比如西部半决赛第五场，保罗用8记三分球送爵士队回家，凭借一己之力改变了整个战局。另外，保罗还有一个无可替代的作用，这对火箭来说是弥足珍贵的，那就是稳定的中投。在其他球队，保罗的这个优势或许不会被放大，但在火箭，他就是争冠的必要条件，就好比杜兰特之于勇士那样。这也是火箭愿意用一份4年1.6亿美元留下他的原因。至少这样，火箭在未来2到3年内还有继续冲冠的可能，否则仅靠哈登一人，火箭注定碌碌无为。